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，手机没电了，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啪的一声就能给手机充电，长椅还可以匹配蓝牙，一边看景一边充电，还能一边听歌，甚至跳个广场舞。过红绿灯吉祥物领路，不知道路怎么走，智能引路牌为你自动调整。渴了累了，来赛博公交车站休息，这里有自动售卖机、触摸大屏，还有空调。地铁里的车窗成了魔镜，一眼就能看到城市线路和食物指南，科技感满满，是不是？这里不是未来，不是想象，而是此刻的杭州。难怪有网友评价说，这次的杭州亚运会有点东西，智能科技和传统文化在这里碰撞出了新的火花。比如坐落在钱塘江畔的这两朵绝美的莲花，大莲花可以同时容纳8万多人观看赛事，以杭州丝绸的编织方式，钱塘江大潮的波浪，西湖莲花的意境为概念，抽象出花瓣造型，主打一个中国式浪漫。陪伴在旁的小莲花，旋转开闭屋顶的设计独具特色，晴空万里时蓬勃盛开，秋高气爽，蓝天白云一览无余，遇到下雨又能变成含苞待放的姿态，遮风挡雨，这样的设计很难不爱。还有温暖的人文气息，小清河早已就位，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也精神饱满地准备迎接八方来客，市民们开启种花模式，花满杭城，香飘亚运不是说说而已。亚运英语100句，外语练起来，就算不那么标准熟练，也要主打一个热情自信。绿色、智能、节俭、文明，是杭州亚运给自己定下的目标。这里的人们在用自己默默的努力，希望在亚运会历史上留下独特印记。相信此刻的亚洲也已经在期待属于杭州、属于中国、属于亚洲的又一份独家记忆。抖音。